长越大，也开始实现梦想。遇见了白雪公主，她说她叫做小子。小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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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子。给我钱，好让我能更快拥有这一切。给我钱，危险就是我的快乐首选。她说她爱的真的不是钱，她只想要更多生活体验，只是那些体验刚好是。大家好，我们是未来要超越五月天，还有超都没有派对的无敌大乐团哦，芒果酱。所以你们是要出唱片啊？不会吧？已经出了，而且已经出了，已经出了，已经出了。然后我们迟迟不拿，就他还没有出成功啊。把艺术都给杀了，杀了，商品做起来了，来了。追梦少年穷了，跟着芒果酱就富了，富了。艺术都给杀了，杀了，商品做起来了，来了。越长越大，也开始实现梦想。遇见了白雪公主，她说她叫做小子。小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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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子。Call me honey honey， 一声 call me money money。Yeah money money。长大后才发现，什么都实现。Oh no。但我的梦想，我的理想会让我饿死在路边，准备让我没钱。我心爱的人说。对不对？他们却把内心世界里面点滴哦，然后把它表达出吼出来。他说我要钱，他这样表演，他完全不在乎，就是说等一下要收拾。不用不用，好麻烦，好麻烦。一边是钱，一边是空白的。对对，还不是要做也要做整套，真的。对对对，但是啊，你们的理想慢慢有机会可以慢慢有有，我觉得超有机会。来，有话想跟他们说嘛？买。买，绝对买，对不对？绝对买。而且我觉得就是看他们演出有那种就是可怜感。我要钱，给我钱。对，就想到自己以前在街头好像也是这种不管，对对对对，心有戚戚焉。我玩乐团玩了五年，然后中间很蛮多困难跟努力的，然后我想再次谢谢就是有支持我们募资的粉丝，还有现场所有的人愿意听我们的音乐，就是我们很多次可能都快要解散快要放弃了，但是因为大家有大家的支持，我们才可以走到今天的。今天是要宣布解散的。